到达现场以后，我正巧发现嫌疑人骑车迎面过来，这时候嫌疑人看到警车立刻加速逃窜，我立即从车上跳了下来去追嫌疑人。追了几步，我抓住了嫌疑人的衣服，把他从自行车上带了下来。这时我同事也跑了过来，我们合力将嫌疑人抓获，带回进行审查。